下一个黄黄瑶，黄瑶比这个稍微慢一点。喝了都好几百年了。以前那个王国这个做大麻的时候拿那个做大麻大麻那个锅，咱们试试看这个黄油。要不然给你想吧，他那个是不是开一点就特大？第三个。一二三。
是这个块，这个要把人能弄死，能弄死就是。原来挺还行，下一个。还有一个。你可以往后坐了，哥哥。谢谢。